你的眼睛是晴空的太阳，你的笑容是宇宙的极光，甜的像糖，烈的像枪，活在眼里，死在心上，却不能放。你的酒窝是映照的余晖，你的歌声是真实的完美。伤的是谁？疼的是谁？梦了边框，醒了迷醉，却无怨无悔。他们有他们的道理，我们有我们的脾气，哪怕世界充满了不理我呀？要不咱俩分了吧？不，为什么呀？咱俩在一起七年了，你好歹给我个理由啊！七年之痒算不算理由？痒咱可以挠啊！挠你妹呀！那行了，你什么也别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早就受够了这种没有激情的生活了。前段时间我总是做梦，梦见咱俩之间有小三儿了。不瞒你说啊，我每次都是笑着醒的。凭我月月的容貌，那找个高富帅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你呀，就好自为之吧。哎，好好，听说过李嘉诚的一句话吗？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，从内打破是生命。人生亦是如此，从外打破是压力，从内打破是成长。如果你等着别人从外打破，那你注定会成为别人的食物。如果你能从内打破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成长相当于一次重生。我把工作辞了，打算自己创业，先从小贩做起，等攒足了钱，我再开个门脸儿。准备卖什么？我想卖早点，可我又没啥手艺，这油条不会炸，馅饼不会烙，想来想去，只能卖粥了。卖粥不错呀，半生小米能熬一大锅，只需要再准备一个大桶、一个勺子，还有一些塑料杯就够了，成本也不高。行，哎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尝尝味道怎么样啊？
挺香的，就有点稀。不对呀、啊，我见那大街上卖的小米粥挺黏糊的，难道是咱熬的时间不够？要是因为里边加了食物胶。你的意思是？这不整不整不整！你想什么呢？现在很多食物胶都是健康的，对人体有益。我好歹也是个医生好吗？能骗你吗？等我这就去批发一箱来。哎，记住啊，买最便宜的。哎，最近怎么样？就那样吧。听说那批蛇让你老爸给关起来了，你爸是不是还在因为汪硕那件事儿心有余悸呢？别跟我提这人。好，兴许老爷子只是想让你稳定下来。要不你来我们城管局吧，咱哥俩还能做个伴儿。没兴趣。好，不说了，走，带你玩去。这来点粥吧。哎，干什么你？哎，这不市场吗？停车！说谁在这卖粥的？别让我逮着你！这人不是你换的雇的吧？压根儿就不认识啊！走，咱就后有救神人呗。城管追我，千万别说我在这儿啊！什么事儿啊？看病。哪儿不舒服、啊？你猜。妇科病，请去妇产医院就诊。出门左转30米，坐二路汽车直达。你长得真帅啊。儿无缘，请去同仁医院就诊。你是喜欢男的吧？精神病，请去安宁医院就诊。那是心病的，请直接拨打110。江小帅。记住了。哟，无所谓呀、啊，你这么悠闲的溜达干嘛呢？要不要捎你一段啊？傍大款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车又不是你的，早晚让你哭着回来求我。就你那怂样，想翻身呀？等下辈子吧。亲爱的，我们走吧。
嘛呢？别闹，我在修炼性情，体悟智慧。哎，我不想当小贩了，觉得没有尊严，没有社会地位，不如以前的工作体面是吗？不是，我刚才算了一下，我干了一个礼拜，总共赚了不到200块钱，还搭进去2辆三轮车、2个不锈钢圆筒和3把勺子，算总账啊，还赔了。那你打算干什么？街头艺人。我想过了，这当小贩啊，得投资，得备货，风险太大。这街头艺人全靠一身绝活，卖卖力气就把钱赚了。你有什么艺可卖啊？铁头功啊！哼。老少爷们啊，欢迎大家来捧场！正宗铁头功，正宗砖头是正宗铁头啊！来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个，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啊！嘿！嘿，这咋这么热闹啊？走，给我瞧瞧。大家看好了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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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什么？我这是10块钱的，你这砖是假的吧？再给我拍一个。我这是假的，行，不信是吧？来来来，我随便找个人验证一下啊。好啊。哎，就这挡着呢，就你了，来来，过来帮我验证一下。来，你们来看一下这砖到底是真是假啊？来看着啊。老大，您给我看一下，我这砖。哎呦！老大，慢意呢，走吧，我走一趟。我有事儿，思成帮我盯着点。行。姓名？无所谓。姓名？无所谓。性别都无所谓。既然无所谓，不如我帮你剪了，让你下次再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还能名正言顺一点。哎，等等。无所谓，你身份证假的吧？货真价实，不信你去查。还真有叫这名。你够个性的，那天为什么往我身上泼粥？那天是你啊，没原因，就是想泼你。你们城管现在是弱势群体，弱势群体你知道不？是舆论的对立面，你
今儿要真把我怎么着了，这广大的网民也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们这辈子就毁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凭什么剪我头发呀你？哎，哎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听这种歌？我是姚明的忠实粉丝。你也喜欢篮球？谁说打篮球那个姚明了？我说的是作曲家姚明，露怯了吧？还有作曲家也叫姚明？我靠，你也太 out 了吧！姚明你都不知道啊？前门情思大碗茶，说唱脸谱。国家一级作曲家，享受国务院津贴。《炊事班的故事》你总该看过吧？那里边的歌啊，就是他做的。哎，我前几天遇见那个池少，京城第一炮，今儿怎么没来呢？不应该，以他的性格，应该经常会出现在这儿。一定会出现。我可以坐这儿吗？帅哥，你是不是经常来这儿玩啊？你觉得我漂亮吗？
是哭是闹的，你倒是给个动静啊！我是要吊他，让他反过来追我。说，前几天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装傻！给我咬开！